妈，我看你不吃饭，估计是吃不惯爸爸做的饭。我在餐厅给你点的餐，一会儿就送过来。我都说了我不想吃，我不饿。你跟他们一起回去吧。差不多行了，别作行吗？你跟谁说话呀？我跟你说话呀。 啊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错，你可以把我们数落得跟孙子一样。你做错了事情，我说你一句怎么了呢？我做错什么事情了？我躺在这里，什么事情也干不了。说道理，我都快要死了的人，你跟我说什么道理？死你的呗，谁都要死，你以为你有什么特别的吗？ 刘英啊，你把我儿子和我老公支开，就是来跟我说这种话的？你是不是想来气我呀？把我气死啊！你把我气死了，家就归你了是吧？你什么居心啊？我还就居心叵测，心机深重了呢。哎，当时不要做手术，又要做手术，然后又不要做手术的人都是你。 我们家人什么话都没有说，我们都是全力支持你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是石头的妈的话，我态度还要差了。你干。